我今天的教学呢，就是以那个母婴跟子婴的认识为主哈。那我上这堂课呢，最主要其实我必须要应该要让小朋友知道，就是其实可以上久一点的话，我希望就是时间拉长。那拉长为什么呢？第一节先做那个口型，就是每个字母的那个发音的口型，我会比较注重这里，因为口型攸关于以后未来他们在上主语课或是教主语课，也许有一天他们是我们的种子哦。然后他有一天他要清楚说每一个字母他发音的口型是怎么样，而且发音的相异程度一定不一样，所以我会比较在意就是基本他们母音跟子音的口型的那个发声。那第二个就是当那个母音跟子音的口音呢，或是说他的口型正确了之后，他才可以正确的有效发出，就是很正确，就是在把所有的字母拼在一起。因为我们塞下的字音呢有很多，就是有四比较长的，当他碰到这个长的话，我第二个我必须要让他知道说我每一个字它的音节的划分，所以我会让他们母音子音教完之后，在拼音的时候让他们正确的标上他们的音节，因为这个音节也攸关以后他们在做拼音的时候，他可以分段的把整个字呢念出来，而且正确的念出来，所以音节也很重要。然后音节完毕了之后呢，他才可以把所有的字去完整发音，我觉得应该是很重要。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塞夏族的字呢有很多有不同的词性，在六年级的话我会让他知道，就是说有一些字它的相应程度，比如说我触锁我后面要怎么去分，我的动作我有一个字根，我有一个就是表示场所的一些他要必须要清楚的，我在六年级就会教他们，因为以备于他们到国中的时候有一个衔接的课程，所以到最后是让他们了解基本的那个词性的不同，大概是这样子。那当然我用什么方法呢，我也希望就是说当我把字音教会了之后，能够把我要的课文呢编成那个套用那个就是童谣的方式，让他能够把我的课文呢用唱的唱出来，如果尽可能可以这样做的话，像刚刚我做的字母歌就是结合我们平常在小朋友幼儿园或是一二年级唱的那个找朋友那一首歌，因为小朋友其实对那个字母的认识其实还不是很熟悉，那因为之前的主语老师也许没有在字母这方面的教学有比较放多一点比例，可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所以我今天的课程会比较倾向于我希望是用唱的，好用唱的，甚至未来如果有可能，我也希望就是把我所有的字母或者说把它设计成游戏化教学，因为现在小朋友的个性还有他们的性格，在山上的性格是喜欢玩游戏的，他们属于玩乐性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课程融入的话，可以很吸引他们的学习动机，而不是只是在念课文教字，那这样的话让他们有多一点兴趣多一点学习动机，他们学起足以来才会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有那个什么就是乐趣。这个主语教学，因为我其实实际上没有在做主语教学，那我是比较在行政端的这方面会比较会去关心老师的所有就是在主语教学上的所有行政端的那个问题，那比较有一些问题的第一个就是他们的那个教师研习培训的部分，我觉得在我们教育界或者说我们教育处这里呢，应该要针对我们那个主语老师要多一点培训，比如说班级经营的部分，尤其是要怎么看呢，就是我们如果说很明显就是老人家或者耆老级的来教学的话，其实他对班级经营没有像我们在职的老师这么的熟稔
熟稔哈。所以在班级的时候，以前我的做法是，如果碰到这耆老，以前有耆老条款嘛，那现在耆老条款没有了，那现在我们就是禁用我们正式的老师。那我们的老师比较没有什么问题在班级去，可是过去有耆老来教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主语老师还不是很普遍的话，我们会有耆老条款。耆老来教的话，在班级经营比较，尤其是低年级班级经营就比较差。所以我是觉得说，在班级经营，不管是我们的现任现职的老师也好，或者耆老也好，我觉得在班级经营这个也要给他们加注力量和加注研习机会让。那第二个就是经费的部分。那经费的部分，因为目前呢，就是主语老师天天在讲，就是说那个我们的主语的经费是不是应该就是每个月按照月份来临？因为有的老师呢，他们是以这个工作作为他们生活的一个基本的，就是基本的开销。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是从第一个月到第六个月，半年来他没有拿到任何那个经费的话，他们的生活比较过不去。可能有几个老师是这样。那我们也在努力，我也知道，就是说最近有在传说，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就是有传说说将来就是我们的主语老师会由终点变成专职。其实这针对现在主语老师是一大福音，那也可以让年轻的老师能够更有兴趣来投入这个工作，那对于我们主语老师的工作跟我们的课程的推动是有利的。好，第三个的问题就是我们学校，像我们偏乡的学校还差不多，可是在都会的地区呢，他们觉得就是外面的行政人员或学校，其实让他们有比较不受尊重。有时候他们上课是在楼梯间下面，或是在一个边边角角，他觉得那个场地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不利的。他们在上课，因为只有一两个学生，他就随便找一个角落就要叫他们在角落做课程。可是对我们来讲，其实对主那在平地教学的原住民老师来讲，这是对他们的教学不利，因为设备没有。你没有单枪，你没有电脑，你没有任何的设备，而且他们的教具是要自己自行购买，学校不支援他们。那我觉得针对这一点，我觉得是对老师是比较有困难的，因为他们其实赚的那个终点费并不多，320或360，其实对他们来不多。我还要挪一些经费，甚至他还要，我们并没有说。他的经费里面还有什么教具制作费啊，还有什么设备材料费等等之类，所以他们的所有的教具是要自己自制，而且要他们自己拿出他们自己的终点费去做。这是可能在主语老师来讲其实是蛮困难的，而且他们觉得学校应该要有那个要有充足的资源，让他能够去做教具，然后充实他们的教材。我觉得学生学的状况要看家庭，你家庭如果是 OK， 全力支持，然后回家他有那个环境的话，其实小朋友很快学会。但是回去如果你在学校学了这么多，你回去没有环境还是等于零。我所以我常常在那个亲子教育说，回去一定要跟小朋友尽量用主语，你哪怕你不会长句，你就给他零散的一些语句啊，有一些短语啊，也要讲。就像我今天上的那一班，有很多都不讲主家人，我们都比较汉化，比较会被汉那个同化，所以我们这里，所以老师才会有什么像泰雅族又不像泰雅族，又像塞夏族又不像，因为泰不泰，塞不塞的啦，因为有时候是塞夏族会讲泰雅族。然后塞夏族不见得会讲，可是现在就是我来了，因为以前都没有那个就是推主语的，就是他们都不大会讲。那因为我是有主语认证嘛，那我来我就会规划，8月1号来的，那我就是会可能在文化上就把它融进来，融到课程，不要特地去为了办文化做文化，或者为了主语而主语，就是我们把它融在生活，然后融在一般的课程里面，就做一个本位的学习。那这样的话，小朋友其实对我刚讲的那个祭典不是很熟悉，没有人教，
没有人教，所以我最近这段时间就会做一个多月的那个文化课程啊，就是给他们多看，然后带他们去部落去看，部落的活动啊，还是要到部落了，我觉得或是在家里会比较好。那族语这里的话其实有限的，他如果教了又忘记，没有环境，还是弱的，还是要靠。我觉得文化跟语言是在一起，所以我今天如果我教语言，你没有文化，你搭不上来，你没办法教。对，所以老师说他只教主语，到最后还是会忘记，因为他没有一个连结性，他没有跟文化连结起来。我觉得要连结起来，你才会有那个共鸣啊。对对对，所以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是因为刚好我们有十年大计，所以我会，因为十年大计我不做，以后要等另外一个十年呢，没办法，所以我就赶快做，我就赶快把那个架构弄出来，希望老师配合的部分。我希望主语老师配合的，或希望老师在课程教的社会课、什么自然课教，我全部纳进来。我都跟老师说一定要配合，不然哈，下一次十年我们都老了，小朋友长大了。对啊，我常常跟他们的家长讲，我能够讲一家，我就尽量讲一家。如果我们甚至会利用家访，或是我们平常去拜访家长的，我说最近有部落的活动，我希望你们要负起，你们要带孩子去参加部落的活动。你不会讲没有关系，我们有老人家会讲，我们有，其实你都不讲，小朋友融入在那个环境，我们有这个祭典的环境，他就会懂。当我再回学校，我再加强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会了。对，我觉得这是要自己去，要一定要家长拜托，因为我们不可能带小朋友啊。那我们平常在祭典也很忙啊，我本来是说我要老师带，他说太忙了，因为我也很忙，我们部落的原住民老师也很忙，我们部落整个忙成一团，他说我们哪里有时间带小朋友，我就跟他讲，然后他说你就让家长负一点责任，让他们能够带小他们自己的孩子啦，这有时候家长的责任也要提醒他们，对呀，所以我们还是要叫家长负，我觉得，因为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学校，我们在学校能做就是在学校做，就把它做好来。哎，我觉得你看到、哦、到几年之后，他们就会有感觉，对对对，这个课程啊或者什么都会，就是不要把它丢掉就对了，随时就把它，族语文化就随时就把它那个，在学校就要把它做，我们做的就是学校端，家庭部落的就是让家庭去做，我们校长一直认为应该是这样，而不是我们带他们去家里或者我们带他去部落。就是这样子，我们要让家长要负责，对啊，对啊。我常常有结合那个部落大学，我有在做塞夏的，可是我最近做的是绘画片，因为今天没有教绘画片嘛。对，我在做的绘画片的初级班跟进阶我还没有做，进阶我想叫老师做，初级的就是基本绘画。可是我觉得现在不是原民会不是做很多了吗？其实很多都重叠，所以后来我就做了另外一份我自己的初级班，就是我适合在我身上做，然后再结合他，而且他们其实他们的图片收集得很好，很好用，我觉得。所以我外面有很多学生，我就跟他讲说，你上去网站去看，什么都有，还有录音档。因为我的外面学生，我现在都没有教了，我以前都是教外面都会的，因为就是用晚间班了。那现在真的很忙了，然后我又回到这里来，我这里就忙不过来，我就叫外面的小朋友，你们进去网站去看，里面都很充足，绘画什么都很好，你只要把里面学会了后，你就可以受用无穷。那我自己当然有自己的经验，像这次十年大计，因为没有教材，说我自己在做记录，也是准备要出一本书，就是部落大学的一个十年大计的书，就是本来他们是那个叫我用双语，我说我双语来不及，我先用中文把它记录下来，然后相片啊，整个过程跟流程先用中文记录。那双语的话，就是明年看明年他们还有机会，就再补双语。因为双语我们还要研究啊，还要找老人家去做啊，所以今年会做那个十年大计的。那一来就是也是看能不能多印几本作为学校的教材，就自编的。那自编的部分字卡、啊、还是什么都是自己做，我们那些字卡都自己做。其实原民会里面也有，但是然后想说自己做比较贴心吧，比较贴心，图片啊什么都可以自己弄啊，对，都自编。我的老师也都自编，我的老师是直接教稿文稿，哎、欸，他
我感觉他比较没有去从那个字母那边看，我常常会跟他讲说，还是字母还是要稳一点，对，他们的字母比较稳一点，中年级教字母。请问最近有一个活动在部落盛行，已经在办理的是什么活动？海灵祭。举手。海灵祭，来，谁告诉我海灵祭的俗语怎么说？啊，你们好会呀！来，你们三个猜拳。剪刀石头布。很好，来，你一心。巴士达爱，一起念。巴士达爱。好，巴士达爱在盛行，对不对？请问今年比较特别的是什么？有。我们有分大祭小祭，对不对？对。好嘞。哦，大祭。大祭，大祭是几年办一次？十年。好，请问谁知道里面的故事？有。讲故事，对不对？不用祖语讲，用中文讲。好，十年大祭谁是主角？你道家。哦，还是夏家。哎呀，万是哪一家？夏家。谁是夏家？你。那是我。好，你不要讲赵家哦，哈，赵家也很重要，但是十年大祭所有的荣耀跟所有的。被尊崇的都在夏家，这时候请问告诉我，谁要照顾我们？要。谁要对我们好？来，赵廷恩。我们家。朱家就为什么？为什么要对我好？对嘛？对嘛。为什么要对海瑶万好？对嘛？来，我看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不知道哈。好，相传。朱家早年代呢，剩下一个80岁的老人家，然后呢，因为他们的人都要灭亡了，因为主祭是朱家，他为了要繁衍下一代，他必须要找一个老婆，要娶一个老婆，让他怎么样传承，对不对？那时候呢，刚好夏家的女孩子很多。而且都很年轻，18岁。80岁的瓦吉要娶18岁的嘎比瑙，什么叫嘎比瑙小姐？啊，所以呢就在一起了，在一起，最后朱家的人就越来越什么？多，越来越多。所以到现在朱家人多不多？多。上面的朱家跟这里的朱家一大堆了，对不对？所以。到最后朱家的主祭就说，以后未来10年呢，我们要感谢我们海牙万的小姐，海牙万家族，所以给了我们每年10年这个尊崇，这个荣耀。所以每次到95、105、115、125，每次都是五的时候，怎么样，夏家就怎么样，就变最重要的姓氏了。所以朱家每个晚上每一次都要给我们怎么样很大的荣耀哈。那今天呢，这是我们的引起动机，所以我希望呢，小朋友最近一直到11月12号，小朋友如果有机会，你要多去参加部落的活动，参与去了解。那最近我们做的活动呢，都是在练鸡歌，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段时间你也会常常看到听到主任唱鸡歌给你们听，教你们一些鸡歌，那可能这礼拜也会有哦。好，请说。老师晚上的时候我们会去练吗？有哈，你会唱吗？会。有一点点，对不对？好，下次听你唱啊。我们今天要教的是母音跟子音，什么叫母音，什么叫子音，知道吗？知道。知道是吗？好，你说知道，我们来看一下
你到底知道哪些哈？好，看一下他比你很帅，对不对？这都是我们的出家弟子。那是我阿公。你阿公对不对？这个阿公是我们给老爸的那个打迪力，这个是我们南庄的打迪力哈。哎，这个芒草节，我们有一个宝宝哦，就是在南庄要这个节，你们看到很多节。有。这个节就是最近的那个日子，一个节代表一天。当这个节完毕了之后，大师大爱就来了。好，就是11月12号就了，所以我们这个叫做节期，一起念宝宝哦。宝宝，这个都是我们最近在做活动啊。好，我们看一下字母歌，唱过字母歌吗？没有没有。来，我唱一遍给你们听哈。你看一下哈，这都是我们有几个字母？23个。20几个，来算一下。1、2、3。啊，还有啥的？好，好不好？会不会讲数字？我来，不管，因为我第一次上主语，对不对？我看一下你到23，1到23都没讲。来，不会讲的老师会教你们啊，不然主任第一次嘛哈，我看我们的主语老师有没有教哈。来，从啊哈开始哈，看你数到哪里就不会了哈。来，啊哈，预备，来。啊哈，罗刹罗诃萨巴哈瑟萨悉萨瑟悉哟哈哈玛那嘎什巴哈哈蓝本。接下来呢？蓝本的啊哈，预备，来。蓝本。蓝贝勒啊哈，蓝贝勒罗刹，蓝贝勒罗，蓝贝勒罗刹，蓝贝勒哈瑟，蓝贝勒塞布西，多少了？16个，对不对？来，蓝贝勒塞布西哟啊哈，多少？17。好，18呢？蓝贝勒。
短
没有看到红在上，对不对？白在下，对不对？红在上的话是代表下家，白在下是代表朱家，即是说我们朱家扶着怎么样下家，对不对？下家高高在上，朱家是退而求其次，下家在下，对对对，来醒拿凳，醒拿凳，醒拿凳，醒拿凳。先生给你看一下，等一下我等一下会考试哈啊，来。刚刚我讲说那个高旗叫什么？很高哈、哦。然后呢，通常高旗呢，它是下家要背，朱家不能背。还有一个是帮忙下家扶持的，因为那个旗会怎么样？掉下来。掉下来，我能不能让它掉下来？不行。掉下来表示怎么样？谁知道？落咖。落咖，对，怎么样？落咖，谁落咖？下家。倒下以后就是。倒了，对不对？可不可以倒？不行，不行。我今天我下家要很强，我一定要直直的站在天空上。我如果这样的话，表示我下家要倒了，要倒了表示要灭亡了。所以我一定不能让我的下家灭亡，所以我的旗一定要怎么样？高高正正。所以要高高其实不容易哦。你今天如果我主机背的时候，它没有高高的时候，怎么样？没有人扶我一定会这样子，下架就这样，所以我旁边要有扶的人，那个扶的人叫做有没有 O 一？有，我瘦，我瘦，我瘦，我
对不对？哎，都要帮忙绑哈。所以呢，要给大家平安，回家或是来参加部落的活动，都要绑着手。老师，你在哪里？是，我在哪里？我在开车。好，这样来，社里没问题，没问题啊。来，谁能来帮我来指？你要不要？我要。老师，一、二、三、四、五，来这样子。要，我要。来，下面的人要拼给我听。要不要示范？不用，不用。八八 b b b， 还有没有？八 b b b， 点点，你直接念，我不要 b a 八 b e b， 八 b b b， 八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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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b， 我少一个什么东西？来，这个你们念的话，你们念多。
头。好，来。哦哟。来，跟哦。五、六、七、八。告诉我，我要怎么念？
八个来点人，追强，来你出去念给大家听，快点，他们用跑的，预备来，八八比波贝贝贝贝，好，谢谢，我是巨桥大爸，一二八分，预备，你们直接念，因为这是我刚刚教的，对不对？我只是全部过来把它拼在一起，八分，预备，来，八分。今天五年级没有那个字母卡，对不对？应该要用字母卡给你们。
早，但是我觉得有的人没有字母还不算。来，马乐好了吗？还没。来，你就照你念的方式写。如果你没有声音也没关系，但是我要知道你念的是马乐。好，第三个，好了吗？没关系，你空着，等一下，反正你写名字我就知道原来有人没有。啊，啊是 A。啊，马马。漏是 L。漏是 L 嘿。又是差一个字。没关系，没关系，你以后，哦，你以后当那个上主语的时候，我会跟那个。主语老师说给你们加强那个拼音哈，第三个叫简单的哈，耳圣的，刚刚耳圣最简单对不对？耳圣啊，是啊，耳圣最简单。那如果我不考试，耳圣啊，怎么考试？考试，考试哦，考试哦，考试哦，赶快写耳圣，耳圣，耳圣，刚刚盲草不是不是有那个耳圣 ，K 哪里有 K？ 没有 K 耶。好来，还有什么字是你会写的？哪个简单？耳圣，改字，改字，改字，好不好？改字，改。哦 ，Z 有 K 有 AI。改是 AI 对不对？对，你就认真写嘛。最后有了吗？改一定是这个开头嘛，对不对 ？I 呢 ？I 是个 AI， 对不对？卡这个 A 在哪里 ？A 在这里啊。I 是哪个 ？Y， 这两个就念 I， 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有 A。其他你自己要去拼啊，改 z z 一定有什么？ z 有没有 z 呢？有。z 有没有 a e 呢？有。我刚刚不是有念 z 的拼音吗？改 z 对不对？ z 所以你们六年级拼音一定要会。好，我为什么没有选低年级？因为低年级不能教。好，所以我就选你们班级去了。还几个了？四个了吗？两个。考一个好不好？一个二十分，好不好？最后一个叫做辛拿顿，刚刚的对，辛拿顿，辛拿顿的顿写在这里，辛拿顿，我至少写两个吧。我这样看我就知道你们的知能力是怎样。辛拿顿，辛什么？大 S。老师，我至少写两个，错过。好了吗？好，写上你的名字，交到写在下面。顿，来写好给我。好嘞，你们的字母卡不要掉，每个人都要做字母卡。下次主任再来上的时候，我就会跟你玩字母卡哈。你们自己去做，五年级你们去做哈。我会做。跟他们拿那个。他不会借我。好来给我。他最喜欢大，我喜欢。有的我朱雨强，朱泽宇，朱泽宇，请你写你的信，因为我变你会变成赵泽宇哦。朱泽宇。对呀、啊。还会你也会变成夏泽宇哦。你们写名字要写完整。你不乱写。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嗯，听错没有关系，我不会打人，好不好？以后你老师你会打我，拼音你们就要认真一点。老师，你都把我的心。好嘞，今天谢谢你们配合我。好，老师拜拜。哎，不行，我们还是要有始有终。来，谁会喊口令？我会啊。马洛干嘛多多罗比拉万哈，来，会讲了哈。一日，然后等摁的时候要讲马喽。